拜你，你来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，使我们成为我们每天日子生活的力量的泉源。让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你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你为我们的义来复活。我们感谢你，为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这样的爱赏赐给我们。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你？因为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到圣殿，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，一起来仰望你，好让我们每成为这个讯息，成为我们未来礼拜生活力量的动力跟泉源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神，我们也要为教会的许多的事工来仰望你，来祷告，求你来帮助，在我们教会还没有聘任到新的牧师、负责团队的时候，你来保守我们，因为我们只有你才是我们大牧者。让我们紧紧地跟随耶稣，跟随那一位在天上的上帝，而不是跟随的人。我们也要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教会有着很好的机会得到张时聪牧师来到我们当中，要跟我们分享灵命的更新。求主你来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愿意敞开来聆听张牧师所告诉我们的，还要从实际的例子，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，我们跟文化之间的互动，我们应该如何处置，或是我们要向文化妥协，以及我们失落的自己。我们为所有参加这样课程的弟兄姐妹来仰望你，也为没有时间、没有办法来参加这样课程的弟兄姐妹，也求主更多的保守他们，使大家都能够在灵里面被更新。更重要的也是让我们，当我们知道如何做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被改变，我们愿意去实践那个信仰。主，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最近有很多的恐怖的事件，有人常常想要发动战争，在日本也有地震，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些流行疾病的产生，这些事情让我们心慌慌。那主，我们知道你乃是那一切的主宰，你借着这些事情只不过是要磨练我们，要试验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仰望你。主，求你来帮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，让他们有智慧认识那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他乃是掌管这一切。主，也求你帮助保守我们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面对这些这么多的新闻媒体报道我们心慌的时候，这么多的社会事件的时候，帮助我们不是一直在看那些电视报道，以至于我们一直陷在那一个恐慌的里面。就提醒我们把电视关掉，把报纸丢掉，让我们翻开圣经来阅读你的话，就催逼我们走到外面去，然后去看观看上帝你手所造的各种的奇妙，然后从自然里面也一样体验到主你的同在，然后在人民群体当中去宣扬主你的福音。主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敬拜你，也保守先会传道他所要传讲的讯息，主你的同在，让他所传的每一个讯息深深的落印在我们的心中，也帮助我们，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愿意去行出来，我们是行出耶稣基督的道路。我们谢谢你这一段时间的祝福，我们将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读一段的圣经，今天的圣经记载在以赛亚书第43章，从14节到21节。14节到21节，
们的周报就是也是九节，所以我要来念，我用和合本的圣经来念这段的圣经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一起看；没有圣经，请你仔细听我怎么念。以赛亚书第43章第14节，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，以色列圣者如此说：因你们的缘故，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，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离，都做自己的喜乐的船下来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的，是你们的君王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路，在大水中开道路，使车辆、马匹、军兵、勇士都出来，一同躺下，不再起来。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。耶和华就是说：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，因为我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、我的选民喝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我们圣经读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要请